哇！市场上买了点五花肉啊，咱们今天简单做个红烧肉。看一下这五花三层啊，这个肉质啊偏晶莹剔透啊。像这样的猪肉啊，就是早上现杀的。咱把五花切成这种小块，麻将块大小吧。接下来咱把五花给它焯下水，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，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料酒，然后咱们把葱给它切成小段，哎呀，咱们把姜给它切成小片，水开以后啊，咱们稍微打一下浮沫，浮沫撇的差不多啊，咱们把五花给它捞出，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，稍来点冰糖，简单炒个糖色，咱们把糖色炒至枣红色冒泡，然后把葱姜蒜给下，简单给它煸炒一下，咱们把五花肉给它下里边，然后给它简单煸炒上色。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这个生抽，跟老抽，继续给它煸炒一下。接下来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水，然后来几个干辣椒，然后八九黑皮香叶，给它下到锅中，再给里边稍微来点盐。咱们给它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。接下来咱们切点这个葱姜末。然后把葱给它切成葱丝儿，给它拍碎，来两个干辣椒。接下来咱们把豆腐给它切成这种小丁丁了，刚才这个没录上啊，忘点开机键了，然后找一块这个金五花肉，用不了这么多啊，有这么一小块差不多了，先给它切成丝儿，咱们把锅里边这些大调料给它剪一下，再给它炖上20分钟。这红烧肉差不多啊，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，搁点盐，来点老抽，把豆腐给它下里边，小火把豆腐给它煮上2分钟。豆腐煮了2分钟以后啊，咱们给它捞出，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，油温3-5成热啊，咱们把这个肉末给它下到里边。小火咱们把肉末给它炒散，炒香，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这个葱蒜末干辣椒，小火咱们给它继续煸香，煸炒差不多，咱们给里边来点生抽，然后给里边，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这个郫县豆瓣酱，哎呦，来点火锅底料，给里边稍微来点水，然后把咱们把煮好的这个豆腐给它下到锅中，来点花椒粉，来点大料粉，然后来点辣椒粉，稍微再来点13香，来点鸡精，给它简单咕嘟1-2分钟以后啊，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这个水淀粉，水淀粉分2到3次，咱们给它勾入其中啊。这红烧肉啊。
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不容易啊，终于搞定了。哇，先来一块，来一块。哇，这种久违的味道，但今天的这红烧肉啊，炖的还是不够烂火。火候上差点意思啊，老抽有点多啊，今天色儿多少有点重啊。哇，不过还超级完美。其实今天多少有点心急了，不要。来个蓝腌菜，果然酸爽。咱们再来一块这个肥点的。今天这个五花炖的正经可以啊，咱们蒜都没用上，咱们再来上一块儿。行行，咱们再来两块，然后来点这个麻婆豆腐。再来点蓝腌菜，米饭必须盖，谁盖谁可爱。哇，对。不得不说啊，超级爽。啊，这麻婆豆腐还挺辣的呢。